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华仪表 PM8908C 和8909两款高灵敏非接触式智能测电笔。电源开关键、手电筒开关键、NCV 报警强度指示灯，通过快慢不同的报警声及 LED 点亮个数表示高、中、低不同的报警强度。交流电压探测，把测电笔插入电源插座或靠近带电导体，探测到交流电压信号时，根据信号强度点亮指示灯，同时蜂鸣器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。本款产品灵敏度非常高，当空气干燥有静电也会触发蜂鸣器，此为正常现象。零线火线判别，将测电笔靠近待测物体，红色 LED 灯闪烁，快节奏报警声，高档位指示灯亮起是火线，慢节奏报警声，低档位指示灯亮起是零线。如零火线判断不准，有以下原因：一、插座无接地状态；二、电场太强环境下；三、火线可能漏电到地线；四、老化严重劣质排插。 PM8909 为 8908C 的升级版，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灵敏度调节键，可根据需要调节灵敏度。开启灵敏度调节键，可探测电压范围在12到1000伏，关闭后可探测电压在48到1000伏。